主料糯米面200克，辅料白糖油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糯米面放入适量水，和面分成小的，揉成圆形，用牙签扎上沿，另取一个盘子，撒上白糖，锅中放适量油，油温热，放入汤圆，待汤圆变大上浮就熟了。烹饪技巧：一面团要和的硬一些，二汤圆上要加一些小盐，否则会炸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